我们看这题目，这递归数列满足这个式子，其中 n 大于等于2，且 f of x 为二次多项式。若 a1 等于 1，a2 等于 2，a3 等于 5，a4 等于12，则 a5 是等于多少？那首先我们根据这个式子，那这一项过去，我们可以写成是 f of n 减 2， 这等于这是 an 减 a。n 减 1， 然后这 n 是大于等于2。那么我们 n 以2代入，可以得到这 f of 2减 2， 这是 0， 那这等于这是 a2 减 a1， 那这等于这是2减 1， 这等于1。那么 n 我们以3代入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是 f of 3减 2， 这是1，然后就等于这是 a3 减 a2， 那么这是等于5减 2， 这等于3。那接着我们 n 以4代入，我们得到这 f of 这是4减 2， 这是 2， 那么这等于这是 a4 减 a3， 那么这等于这是12减 5， 这是等于7。那已知 f of x 为二次多项式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假设这 f of x 这等于这 ax 平方加 bx 加 c， 则我们根据这三个式子，那我们得知 x 以0代入，我们会得到这 c，这是等于1。那么 x 我们以1代入，我们会得到这是3。那以1代入呢，我们会得到这是 a 加 b 加 c， 这等于3。那接着 x 我们以2代入，得到的值是 7， 所以呢我们会得到这是 4a 加 2b 加 c， 这是等于7。因此我们经过计算，我们算出这 a 是等于 1，b 是等于 1，c 是等于1。所以呢这 f of x 就是等于这是 x 平方加 x 加1。那么我们要求 a5 之值，所以呢在这里 n 我们以5代入，那我们写到这里来，这是 f of，这是5减 2， 这是3。那么这等于这是 a5 减掉 a4。那么 f of 3， 这里 x 我们以3代入，得到这是3的平方加3加 1， 那么这等于 a5， 这是我们要求的，那减掉 a4， 我们以12代入。所以呢这一项过去，那 A5 我们就算出这是9加3加 1， 把这一项过来再加12，那么我们就算出这答案是25，这个答案。所以呢我们这里回答 A5 是等于25，这个答案。